创立满70年的玉里镇妇女会，今年的活动主轴呢是营造社区点亮幸福。新上任理事长呢上个月才刚接任，他也表示会很努力让会务更精进，同时要落实社区服务，把活动办得更精彩多元，也让老一辈的民众生活更充实。已经70岁的玉里镇妇女会今年的活动主题是营造社区点亮幸福，新任理事长在这个月刚刚上任，从上一届理事长杨淑玲手中接下这个任务，表示会非常努力，希望未来能够让会务更精进，更落实社区的服务，活动办得更精彩多元，让老一辈的民众生活得更加充实。社区的一些服务哈，我们能够做得更好，更落实，更希望更着重于我们的那个老人的区块哈，能够更长让它提升，让老人家能够生活得更好，这是我的愿景。玉里镇妇女会服务至今超过1000位长者以及妇女。陈盈如表示，妇女是社会安定的重要力量，也是现代国家进步的表征之一。妇女会的发展是持续为玉里这片人间净土生根，为玉里后代子孙留下美好的未来。记者高双双，玉里镇采访报道。